慢慢喂。恳求。应该安置供安置下。高家。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。示意恳求情商央求。低声下气地向他人央求。用力。我告诉伊几半天啊，伊唔答应，就是唔答应。我向他央求老半天了，他就是不肯点头答应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。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